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凯安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女武神养成。好，旭哥接下来分享这游戏啊最爽的礼包福利啊，四支 SSS 级的这个神装啊，还有各种顶尖的伙伴，还有这个隐藏版的套装啊，都可以免费入手。有两件隐藏版的套装，还有这个最爽的转蛋，大概500多抽啊。现在再来抽一下，好，最爽的转蛋、最爽的攻略、最爽的福利都在这一集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续保需要独家最新。好，那么进入游戏啊，哇，这个游戏是英文的，它界面是英文的。好，来看一下，看等下可不可以调成中文的。Menu， 我们看一下 setting 可不可以把这个字幕调成中文的。OK， change language 这边，我们把它调成这个繁体中文。在设定这边可以把它调成繁体中文。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在右上角的设定，然后这个资讯，然后你选择这个修改语言，这边可以把它调成繁体中文。好，好了，有繁中就差很多。那这个一样是这种放置型的玩法，就是打怪啊，然后升星，跟什么打打骑士团啊那种玩法很像。旭哥之前攻略有分享过嘛？然后就是强化你的攻击力啊，强化你的暴击啊，强化你的伤害啊，这样。提升你的攻击力，这样。金币的量，然后这个经验值获得量，它就是放置，然后呢，它就会有一支任务可以解，然后强化你的女武神。然后女武神它还会有升级的系统，像是挑战者啊、斗士啊、侦察团啊、守护者。骑士团，然后它的造型都会不一样，会越来越漂亮。这样，就是你等级必须要提升上来。还有什么审判官啊？我后面的很多都很漂亮，浴火啊，什么冰晶啊，哦，月之女神，还有最后是这个大天使，这个女武神。好，快速我们提升我们的攻击力、经验值这些，把它养养，大幅的提升我们的战力。好，这个一定要改成中文啊，没有中文差很多啊。没有中文这个大家可能看不太懂啊。应该是看得懂啊，只是说就是玩起来会比较没有感觉这样。把它调成繁体中文就好很多啊，所以大家记得去换一下语言啊，在设定的资讯这边可以换。好，那旭哥来分享一下这个游戏各种的福利，还有这个礼包啊，各种最爽的福利分享给大家了。好，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右下角的商店，商店呢这边就有很多礼包的福利可以去这个找。那大家可以找到比较好的，就是这个 best 比较推荐的，还有这个 SS 神装这种，后面有这个三个 S 的神装，你可以在那边找到3S 神装。好，这个算是还不错的这个礼包福利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看广告啊，也有这个免费的礼包可以获得，这边可以拿到钻石这些资源，这样，所以你也可以就是不想花钱无氪金啊，就是看广告就会获得这些东西这样。然后服装这些通常都是要花钱的，除了这个魅魔这个是不用花钱的，这可以不用花钱。那旭哥还蛮推荐买这个神装的，它这个攻击力加 30%， 然后经验值获得的量呢加 50%。好，旭哥就把它买起来了。啊，红宝石还不够。好，之后红宝石够的话，大家记得买这个，还不错。5万红宝石可以免费买到这个神装，30%的攻击力，然后50%的经验加成，而且这蛮香的，是这个魅魔。魅魔就大家知道懂吗？好，很色的那个，很色，看本本都会有的那种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其他像是这个红宝石啊，这些很多福利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拿这样。那右上角一个签到，签到的话可以拿到很大量的钻石，然后新玩家呢有这个钻石，还有这个 SS 装备，而且重点啊，
这个后面可以拿到 SSS 的装备，都免费哦。大家注意看看，可以拿到很多件 SSS 的装备， 3S 啊，这边旭哥看起来就至少有四件了，然后后面还有这个松鼠睡衣，一样可以拿到神装啊。这个 SSS 神装可以免费拿，真的非常爽。好，看起来就是四件的啦，至少拿四件，真的很爽。再加上你自己脚，就是有抽到的话呢，还可以拿到更多件。然后通行证这边也会有一些奖励，这样就是有钻石啊什么，大家也可以来这边领取。好，那最后呢，还有这个活动啊什么的，大家记得一样签到嘛，然后领这个召唤券啊这些东西，活动这边，然后这个信件也有这个奖励可以领取，钻石什么的，哇，很多福利耶。然后这个兑换道具啊，然后关卡突破的奖励啊什么的，然后升级活动都会有。好，那我们来接下来抽一下这个召唤好了，爽爽的开抽啦，抽这个十个装备，三十抽，我再来抽一下，哦，抽到这个 B 级的。可是 B 级对我们已经不算什么，因为我们后面会有这个 SSS 级的，就是可以免费入手，真的蛮爽的。好，可以领这个 A 级的装备。所以去跟我分享嘛，这个四件 SSS 装备免费拿。再来，再来。好，抽了好几百抽，蛮爽的。那一样，这个 A 级的装备可以领起来，好，真的爽啊！最爽的福利分享给大家，哎，还有钻石啊，啊，继续抽啊！好，那我们继续来开抽啦，这个游戏就是要一直抽啊。好，这个是抽伙伴，那伙伴一样可以就是抽一抽呢，然后拿到更好的伙伴，这样，一样是这个转蛋。就是一直抽，一直抽啊，然后可以把伙伴上阵，自动上阵，这样很可爱。好，然后能力值就把它提升起来，然后继续来开抽啦。我们来抽我们的神装伙伴，好，来抽一下伙伴好了，伙伴也蛮可爱的。这一次有 B 的，好。有就抽啦，好，也抽得蛮爽的。好 ，A 级的伙伴，哦，不错。那最后一样，这个 SSS 级的伙伴，就把它装起来啦，伙伴，上阵吧，伙伴。好，我们有两个 A， 一个 B 的，它可以自己合成。把它合起来，好，目前有三个 A 了，那装备一样也可以合成，好，好，那今天攻略就分享给大家这个最爽的福利啊，开局呢就可以免费拿到四个 SSS 的神装嘛，旭哥刚刚有讲过那个福利可以领，只要免费就可以获得了，这边四个 SS， 还有这个隐藏版的神装。睡衣啊，还有另外一个一样可以免费拿到非常棒的这个神装，这个魅魔的这个造型啊，很香，巨乳的造型，赞！好，最爽的攻略，最爽的福利，最爽的这个礼包，都分享给大家，这个最爽的转蛋。好，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